这里是新竹县新埔镇，整条路上有多家柿饼加工厂。每年到了秋天九降风吹起时，就是柿饼加工厂最热闹也最忙碌的时节。其中这家味味家柿饼加工厂，近年来致力于转型为观光农场。他们将柿子整齐地排列在晒柿场的棚架上，黄澄澄一整片的柿子总是吸引许多摄影爱好者到此取景。翻看味味家柿饼加工厂在发展成观光农场之前的旧照片，场景依旧，但却少了造访游客的热闹气氛，只有祖孙两人在棚架下削着柿子。因为在这十几家柿饼业者的话，我们算是最偏僻的，好，每一家都是游览车的到门口，而我们要走300公尺才看得到。直到2006年左右，陆续有摄影爱好者发现这个秘境，并将拍摄的美美照片上传到网络分享，才渐渐地打开了这个柿饼加工厂的知名度。哦，这里的观光农场转型得很成功。那对于我们摄影者会来这边拍照，是因为这里的景拍出来效果很好。这个柿饼加工厂的魅力，可不只是拥有美丽的风景而已。业者坚持古法制作柿饼，苦心经营，再加上员工们对游客的友善款待，以及多项互动式的小游戏，更是他们成功蜕变为观光农场的最佳助力。今天第一次来玩，很好玩，因为可以叠来叠去，然后可以把它捏来捏去。在这8、9年来，每年的客人是暴增，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精神来跟客人互动。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说我们默默无人知的时候那种的辛苦跟期盼，所以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是很高兴去接受现在这种忙碌的生活。现场甚至还有柿子冰棒与洛神花冰棒可供游客品尝，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，不妨来柿饼加工厂体验一下悠闲的农村生活吧。